成姊妹大错 bra 压住内脏大件事啊！你戴啱 bra 就梗系笑得出啦。难为唔少姊妹愁眉苦脸，成日都周身骨痛唔舒服。英国有只医话呢啲病痛其实都系戴错 bra 女士。有调查发现，英国至少八成女性唔识拣 bra， 大部分人一系低估背脊阔度，一系高估罩杯嘅 size。错戴罩杯大得滞嘅 bra， 同时又收紧咗肩带，扎住膊头同颈会令到脊椎弯曲，而钢线向上推仲会压住肺同胃，出现呢啲病痛噶。俾肩带勒住膊头同颈啲血运行得唔好，仲会刺激附近神经线，导致紧张性头痛。唔少女士为咗同肩背痛讲拜拜，走去缩胸。专家话，其实只要戴啱 bra 就唔搞都掂啦。要拣啱 bra 唔难，记住呢啲 tips 啦。就可以靓得健康啦。